演员涂文因食道癌去世，享年61岁。新京报讯12月12日，新京报记者独家从涂文身边亲友处获悉，演员涂文于今日凌晨3:50去世，享年61岁。据亲友透露，涂文因患食道癌去世，走的时候很安详。涂文1960年2月出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，1985年参演个人首部电影《成吉思汗》，从而进入演艺圈。1988年出演由吴子牛执导的剧情电影《阴阳界》，1996年凭借在电影《悲情布鲁克》中对八代这一角色的表演，获得第16届中国电影金奖集体表演奖和东南亚国际电影节最佳男配角提名。1998年他在历史片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》中扮演成吉思汗，获得第七届表演艺术金凤凰奖学会奖。2017年11月凭借电影《老兽》获得第54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。2018年4月21日凭借《老兽》获得第九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男演员奖。涂文在近日上映的影片《乌海》中也有露面，饰演女主角的父亲。目前还有《上山逍遥游》、《最后的真相》三部待映影片。